刚刚忙活了一早上，把这些房间里面呢，把它收捡一下，不然我们家蒙岩对我都不满意了。这谁给我们寄的特产呢？啊？来，还不知道哎。桂花米糕。样品那个是？样品啊？样品。哦。嗯，放起来。我把这个拿出去给老爸卖钱。嗯，本来是打算不怎么把它拆掉的，摆的把它摆一下，收拾了差不多一早上了，7点多钟起来就搞。本来想是昨天晚上弄的，但是太晚了，太累了，然后早上来弄。那个吧啦，把它拿去卖钱嘛，爸爸。这个什么袜子啊？嗯，放到上面去。被子放这里来。这里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？嗯？这是梨子还是苹果呀？这个？梨子。梨子啊？嗯。这些化妆品呢？什么拿出来？重新弄一下。太多了，榴莲饼呢？你看，全部都是样品，这些又不能少。你看这些样品，我们自己用的。用了几盒去了，这个就是这个箱子放在这里面，归类把它，化妆品就归化妆品放在一起，吃的就跟吃的放在一起。这里也是化妆品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啊，嗯，洗发水，什么都有这里面。桌子抹一下。杰哥，啊，我一年都可以不用买化妆品了。啊，那么多。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啊，嗯，像什么面膜啊、口红啊、补水的，还有什么霜啊、乳啊那些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你都可以用哎。我啊，我一个大男人还是算了吧。哎，捡出去。哎，这里还有瓶精油啊。嗯，放那里。嗯，这个不搞掉了，这么贵。嗯。又是什么呀？染发梳，染头发了。嗯，什么都有。我发现从头到脚都有哎。是。嗯。嗯。衣架。哎呀。小东西放这里啊。嗯，嗯，我倒拿出来把它吃了，放到那个盘盘里面，有事没事剥来吃啊，对吧？嗯。
我家里桌子上随时放了一个果盘，这样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。这些杯子的样品全部拿楼上去。全部拿上去啊？嗯。就放这里也行了。不，楼上干净些，太脏了这里。哦。像我们今年你看大豆杯啊，什么都有。这个拿上去吗？拿上去。哎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它是纸巾。拿上去吧，拿上去，我这里也显得空些，对吧？啊。抱上去啊。好。你把拿上去，你负责拿。我负责搬运啊。啊。嗯，这个拿上去啊。好。这样的话，一看又空一些。等一下用纸壳子把这里垫起来，好一些。杰哥。嗯。你把这个椅子拿楼上去，我把这个被子抱过去。椅子拿上去啊。啊。这个箱子等一下我用来垫这上面，把它垫平。好。啊。你把椅子拿上去啊。嗯。扫一下，哎呀，我把地扫一下啊。嗯。这样好很多了。然后看一下，是不是焕然一新的感觉？感觉好很多了。是酱板鸭。哦，酱板鸭好。嗯，好嘛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锅。哦，你买的锅啊？我买了两个锅回来了。这个？一个绞肉机。自己买的，因为在家里有时候也要，就是要改善一下生活是吧？对，这个放厨房去。就是在你在外面搞直播的时候你自己买的？对啊。扫一下干净些吧，那肯定要扫一下啊。好，你，这里是搞完了再去收拾楼上。嗯，楼上不用怎么收拾，楼上昨天晚上你也看到了。嗯，楼上的卫生还行吧？还可以，值得表扬。这里本来我也是好想找个时间，嗯，来收拾一下的。也不怪你，但是一直怪我，怎么不怪我？这个肯定怪我嘛。我还有一个地方，这就是把那个小桌上把它收好就可以了。啊。然后以后的话，嗯，我也知道朋友们对我们的要求，就是期望没有很高，我们努力吧。慢慢改进这一方面好不好啊、嗯、是必须要改进，听到没有？必须要改变啊、嗯、要把家里面随时卫生搞得干干净净的，自己住在里面才舒服。对呀、啊、对吧，这个要洗，这样好很多了吧。嗯啊，这上面再是空的，不错。朋友们再看一下，我再把这里收一下啊，这里我再来搜一下，我还让他们看一下嘞。这个没用的就丢掉。好。能放抽屉的放抽屉，是吧？嗯。这是我的眼镜。这个夹子怎么坏掉了哟？丢掉，坏掉了。外面这里收拾一下，扫一下。
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咦，里面还有红包哎。以前没有啊。写的什么？大闸蟹。谁给我们寄这个大闸蟹吃了？问题是大闸蟹没看到啊，就看到个红包啊。里面有钱没有？这里面怎么可能有钱呢？应该没有啊。是个什么？那么厚。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没看到啊。哇，包装还是可以哦。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一下这个是干嘛的？一张卡。谁请我们吃大闸蟹了？公蟹四只，母蟹三，四只。八只啊？八只总共。那就是凭这个卡去领大闸蟹吗？应该是的。怎么领啊？这个？看，等一下看那个上面提示啊。问题是没看到蟹啊，蟹还没回来是吧？没看到。嗯。哎，这里还有个红包哎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那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啊。嗯。哦，那个珠宝的老板娘。哦。给我们做寄的那个中秋礼物啊。应该是的啊。哦。老板娘还是挺好的啊。啊，感谢老板娘了，感谢感谢。那一回来就收到这个礼物，还是很惊喜。哦，给我们寄的中秋礼物。啊，有收获哎，拆了几个大螃蟹出来了。对。问题是没看到螃蟹啊。等一下看一下说明怎么领嘛。哦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专门为直播买回来的道具，到时候方便给大家展示一下产品，比如说一些吃的那些东西啊，或者说化妆品那些东西啊，放到上面，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得到。朋友们，现在再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再没有很乱七八糟了吧？然后这里我刚才也收拾好了嘞，家的感觉又出来了啊！挺好的。嗯，虽然说我们这个小棚子啊，麻雀虽小，还是五脏还是俱全啊。现在干嘛？准备搞饭吃啊！哦，还想坐着呀？做饭吃了。嗯。